吃啊，觉得挺好。我也是，我也是。那你他有没有叫过我上次？上过，上过。用什么笔名啊？不是笔名，是自己的名字，谁的笔名？啊，这写个写的湖南之歌，就那个湖南卫视，不是湖南卫视，他创作了一首会歌，就是那时候，所以一首都没留下来，然后没想到到了这里之后，开始写了，就真的是有感觉了，就真的是有生活的感悟吧，可能是人还是要有经历的。那你出来很多年了吗？七年了。也可能是还有一些思乡啊，这方面的文化的冲突啊、忧愁都加在一起。那你那个是从广东那些过来，就是都是珠海的。我们一直在珠海工作，我是广东。珠海不也来了？珠海工作，珠海很漂亮，珠海是珠海。你们家在珠海吗？珠海哪个地方？我们都可以玩一玩。对，我们也是参加。对呀，我们也想参加。所以我也觉得，就是我要是找房子租不出去了，有什么问题我就找你，不用找别人，我也不用跟你去学。每个人是他在这方面总结了很多好的经验。对，然后找投资就找唐老师就行了。嗯，你跟唐老师认识几天？三个月。我也是、我先看的是唐老师在那个网上维网的博客，然后我就顺着就找到这边，这个我在看，我在打个电话，我想肯定是秘书接的吧，结果唐老师自己接的，哎呦，弄得我都不会说话了，真的，大概这个情况。那你来看过他的每天的交易情况？没有，我没有钱，就是再好，我现在挺穷的，因为我工作才两年买了房子，然后呢。所有东西合起来，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个情况，剩不了多少钱。那已经简单了，你都来才来几年是吧？我来六年，我来六年了，我零一年了，零一年上个学耽误了三年时间，就开始工作了。对，看来工作时间还短了，工作两年，他就直接飞到这来了，哦，天门口。现在呢，我们发展飞过去，基本上是少的，但是。因为假币还会不会掉下来？假币现在在涨啊，掉肯定是会波动的了，因为他们讲加元如果高的话，对加拿大出口不是非常有利。但是整个形势现在这个加拿大的经济比美国的好，对啊，所以对啊，昨天是9185，可能是那个9185，走到92。我们呢还是在涨，这个呢怎么说呢，它近期来讲应该算是比较高的地方，因为这个外汇的很大的波动呢是在于这个历史的那个，就是人对它的这个共同反应的，就是人气啊，人气，你说涨不涨呢，现在还很难说，有些人说可能会到1:1，这低是在戏里嘛，圆梦啊，我看有个圆梦节目，是，就是公布三度嘛那里，其他的没单数公布啊，没公布。没，那是公布了。那不能啊，公布是比例。他主要是看你的投资，就是说盈利率，每个月就每个新增能不能保持那个稳定的回报。是的。他在你那天炒的主要是一个事情，就是拉到什么那个98年那个事情。IBA 那个什么那个处，就是肖处分那个什么肖红那个在这里吗？哦，这个八级对不对？对，你看了这个是吧？我看了，我带了高级了，我最早看了。这是姚飞电影的那个，他们当谈了，听了吗？我不知道你认识这些人没？这个人啊，对，过年是搞哪个嘛？他可能来了好久，他说。
两年以前人家送了好几箱。哦。这个是一单的高浓度的酒，我们这边有。高浓度啊？哦不，那你不要开。一点点吧。不，这个酒喝不了。你不来。